现场的所有的贵宾朋友哦，各媒体朋友们都可以来享用好茶和好点心的搭配哦，真的是会让大家感受的非常的更棒的滋味。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呢，我们这个茶杯，就是喝完茶的这个茶杯呢，都是可以让大家各自的带走的。我们的茶杯都是可以让大家呢携带回家的哦，记得把我们自己的茶杯带走咯，谢谢。Thank you.